Hello， 我是巨人哥承受梦想着成为奥特曼的男人。如果问起你啊，哪位奥特曼的变身动作是你最喜欢呢？想必啊，各位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吧。我个人啊，还是非常喜欢戴眼镜的。但是啊，戴眼镜这种方式可不是七爷的专属。那今天呢，重整就来跟大家说说，都有哪几位奥特曼是通过戴眼镜变身的吧。赛文奥特曼最经典的当然就是七爷了，毕竟作为老爷子生前最喜欢的角色，七爷可是从一亮相开始就有戏份啊，哪怕都已经过去50年了，在昭和奥中依然还是戏份最多的一个。而他的变身动作更是引得无数人效仿，任天齐手持奥特眼镜大喊一声就啊，你把眼镜戴好后呢就可以完成变身。现在能够使用眼镜完成赛文变身的任天齐呢，分别有朱星团、风村正辉两位，最经典的还是团了，真的是从少年变到了老年。赛罗奥特曼自称副业，赛罗也是很好的继承了老爸的衣服。赛罗的变身道具呢，同样也是眼镜，不过跟老爸的红色眼镜框不同的是，奥特赛罗眼镜呢看起来更加花哨一些，无论是配色还是形状都要比赛文要复杂一些。现在能使用奥特赛罗眼镜完成变身的人间体一共有3位，分别是呢贝利亚银河帝国中出现的蓝，奥特曼传奇中出现的大和旺，以及杰德中的令人。不知道下一位会是哪一位幸运儿呢？赛文叉，作为纪念赛文诞生40周年的纪念作品，赛文叉本身就是用来纪念赛文的特色作品，主角依然是七爷，但是仔细看的话，外形还是有很大的改观的，肌肉线条更加明显，四肢也更加修长，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从健身房里走出来的七爷一样。当然了，像投标位置、必杀技等等，还是跟以前一样的。变身道具更是如此，同样还是奥特眼镜，人间体则是主角金托雷基亚奥特曼。可以看出啊，远古到底是有多喜欢戴眼镜的变身方式，从昭和玩到了令和，从主角玩到了反派。在最新的泰迦奥特曼中呢，大反派托雷基亚的变身方式依然还是戴眼镜，不过这次的变身道具并不用戴上，直接用托雷基亚之眼放在自己的面前呢，按下按钮就可以完成变身。虽然变身道具更像是面具，但是人家这个确确实实是属于眼镜的哦。好了，这就是在奥特曼中使用眼镜变身的4位奥特曼了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新纪元，我是巨人哥承受梦想着成为奥特曼的男人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